有更加正規的足球訓練。我建議學校化妝，增加涼茶。
谢啦，有意有人。好啊，我都听到了嘛。佢讲紧韩语啊。我都想话。我又有一个好提议。咩提议啊？我建议学校喺放学后增加唔同语言嘅兴趣班。乜叫唔同语言？例如韩文、日文同英文。谢啦。我都想学日文啊。咩都想。大家好，我是四号儿童议员五 B 李科源。我的第一条情况是建议学校办商会送赠一款健康饮品，例如豆浆、柠檬水、凉茶等，促进同学的健康。我建议办商会员在餐单显示健康饮品的内容，供同学选择。我的第二条情况是建议学校在放学后增加不同语言的兴趣班，例如韩文、日文和英文等，令同学认识不同语言。我建议分高低年级举行，供同学自由参加，并按大多数同学的意愿决定举行哪一类语言的兴趣班。